来到安迪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。Hello， 大晚好。安迪秀，今天元宵节嘞，先跟大家先祝福先哦，今天是新年的最后一天啊，元宵节快乐！我白一抹一点盐啊。这个是白肠吗？没有白肠大字。大字，这你姑东送的白肠鱼很大字，应该有一公斤都有哦。先抹盐先啊，大概要到一公斤，应该有900克，我觉得只带起80到1000。哦，是啊，大字哎。我们你的刀工很美哦，切到就打开切到这样漂亮。我们先把这个白肠呢抹上盐哦。这个是你姑东送安迪秀的新年的白肠，祝安迪秀年年有余，也祝粉丝们。年年有余，今天是元宵节哦。今天大家有去抛柑吗？有没有去庆祝？我们叫东方情人节，元宵节也是我们的东方情人节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我们新年呢，终于来到尾声了哦。可是我们新山人呢，还有古庙游行的。今天没有古庙游行哦，可能去点塔比较好。今天不可以游街了，今天是可以看那个萝莉经过，是吗？去年好像不可以游诶，今天好像也是不能游。大家元宵节快乐，强哥妹，对哦，强哥妹。大家傍晚好，元宵节快乐。安迪秀呢，今天要煮什么？白肠要煮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白肠要煮潮州。潮州蒸鱼哦，潮州蒸鱼超大只，你看师妹的手跟这个掌跟这个比起来超大只了，这个应该有妈咪讲应该有800-900克哎，这个、白肠你估到800到1000，很大只哦。我们先抹上盐啊，然后给它腌制先，然后必须先把菜炒起来哦。我们今天准备了芥蓝菜，把茎部跟菜的部分分开，先把芥蓝菜炒起来。我们先烧热油，然后呢要爆香江鱼仔，先把江鱼仔放进去。你要放啊？可以放啊。要煲姜煲汤哦。要煲姜煲汤。我们先把这个江鱼仔呢先爆香哦，烧热油呢爆香江鱼仔，我们就把这个芥蓝菜炒下去啊。Your hand is small， 心里讲是我的手小，不是鱼大，我的鱼也小，那个刚鱼大手也小，所以看起来鱼很大，应该有800-900克哎嘛，你讲。我们先爆香 ，Billy King 送我们的江鱼仔，先呢煮。潮州蒸鱼，祝大家呢年年有余哦，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唱歌咩？广东话元宵节叫什么？元宵节快乐啊，是吗？妈咪，元宵节快乐，福建话叫什么？元宵了，你们叫元宵，按照讲。来，叫安迪秀讲一下元宵节快乐的福建话怎样讲？元宵是吧？元宵啊，元宵。快乐啊！玩笑什么？玩笑什么？阿弟再研究一下，元宵节快乐。阿弟讲我不知道，有没有粉丝知道元宵节快乐的福建话怎样讲？好简单讲，这个锅是迪沃送的，迪沃厂商送的。等下我把电话还给你们讲啊，迪沃厂商送的。这个是34cm 的炒锅，记得哦，拉锅妹的炒锅下个星期开始咯，开始 offer 买大送小了，大家要留意哦。我们现在呢先把芥蓝菜呢炒起来。 Singapore smaller than this fish 20块新币耶，白肠也要20块新币。我们先把芥蓝菜炒起来啊，烧热油爆香江鱼仔，然后把芥蓝菜的茎部呢下锅炒，再把芥蓝的菜的部分呢下锅翻炒，加少许的水，很干哦，加一点水啊。对，安迪讲很干，加一点水哦。
然后呢我们就加入盐调味料调味就可以了。我把 BWO 厂商的电话发给你们啊，等我一下下。好了，喂 OK 发上去啊， BWO 厂商的电话。枪锅妹，大家元宵节快乐哦。师妹，你昨天忙一天累吗？我昨天啊，我这样从头吃到尾了，我觉得。哪里会累？我才累。阿弟是讲他很累。妈咪，你昨天阿弟讲昨天我吃饱又要煮，然后没有晚上吃不下去，然后晚上他吃不下，看到都饱了。阿弟，你今天是不是知道今天最后一天新年了？快点穿昂昂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一定是的。我就想，就妈咪今天穿红红。今天阿弟秀运动呀，阿弟秀我已经运动了一个月了，厉害的。是吗？阿弟秀，你从一月尾开始运动到现在耶，一个月了耶。阿弟秀哦，脸都尖掉了。你在长着那些。白鲳鱼，我们等一下煮潮州蒸啊，潮州蒸鱼。先把第一道菜呢，青草芥蓝菜先煮起来哦。Jennifer 问是不是芥蓝？对，芥蓝菜，这个是芥蓝菜。然后我们呢，青草哦，烧热油爆香姜鱼仔，然后呢，把芥蓝的茎部呢，还有菜的部分呢，才前后顺序放下去翻炒，加少许的盐，因为少许的盐还有调味料调味就可以了。安迪是有加一点水哦，因为今天的菜呢有一点干，因为放冰箱很多天了。Hello， 谢谢大家喜欢安迪秀哦，也欢迎呢很多新粉丝呢陆续上来哦，来到安迪秀秀的大家庭，就开始每一天再学一道菜，就做厨娘了，快要做厨娘了。这个炒锅呢，他是说400块哦，你要跟他讲你是安迪秀粉丝，他给你20%折扣。你的七粒是新加坡多少钱？安迪秀新加坡没有卖哦，辣椒没有卖。没有卖啊，很多新加坡粉丝叫我寄进去，我讲没有卖，没有卖。叮叮，今天的青草芥蓝完成，大家元宵节快乐。大家 My teacher recommend your program to me， 谢谢 Chan 哦，欢迎新粉丝们。我们炒好第一道菜了。Happy Chango Mei， 元宵节快乐。 Emily 讲不是说今天不要煮吗？因为今天青菜要烂掉了。对，安迪讲在那个 NSK 买的菜要坏了，快点煮掉它，所以今天要煮哦。今天呢也让我们在新年呢画上一个句号了。可是我们新山呢这里有那个古庙游行的，今天应该是没有游行了咯。四舅今天找来耶，看到四舅啊，四舅回来吧。枪哥妹啊 ，Happy 枪哥妹，元宵节快乐！哎，回来吧。是舅你回来了吗？他可能还在 KL 哎，可能他还在 KL。我们先烧热油，哎，油呢？你要煎什么？煎什么蛋？那个韭菜煎蛋啊，韭菜炒饭。安迪讲韭菜炒饭，好像没有炒过哎。没有啊，我跟爸爸讲炒饭，爸爸是叫你。今天有韭菜炒饭哦，韭菜炒饭，韭菜。韭菜炒蛋，韭菜炒蛋。他讲安迪秀你的直播很成功耶，每晚都有很多人看直播。这个锅是400吗？你要跟他讲你是安迪秀粉丝，他给你20%折扣。师妹好喜欢安迪秀煮的菜哦，谢谢大家的喜欢跟支持。最重要呢，要每一集看的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呢，煮给家人们吃。杰尼夫讲我要跟你买辣椒，安迪秀不卖新加坡啊，只有JB粉丝有口福了，在附近买，已经爆单了，要等下个月，等三月啊，三月打给翔哥，打给翔哥，跟翔哥预定3月的辣椒。来，我们现在呢打了几粒蛋，你这边几粒蛋哦？两粒鸡蛋，然后加适量的酱油青啊，这个是适量的生抽酱油。下个星期 Vivian， 下个星期留意安迪秀星期二的直播。到时呢哦，是咯，咸死，放适量的酱油酱青，
大家傍晚好，元宵节快乐，祝大家呢东方情人节哦。对，来泡汤了。嗯，你刚刚打过，因为放太多酱油了。还在 KL 耶，是就整个是过年都在 KL 哦。十九，我现在拿信哎，可以去 KL 了，要去 office 做东西啊。请问七粒 JB 多少钱？9.9，200克9.9啊。要提早预定的 ，last minute 没有的啊。提早预定，我把翔哥电话给大家，很多人在找翔哥。翔哥啊，你有在线上吗？哎，翔哥好笑，他讲，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怎么突然间这样多人 text 我，什么事情？很多人跟我讲要辣椒啊，我忘记跟他讲我们有直播，有粉丝问，然后呢当场就跟粉丝讲你们找翔哥预定哦，我把翔哥电话发给你们，等我一下子，你们可以订三月的二月的满了，二月满了，不要再订二月了啊，安弟已经满满了，二月份的还有可以一点点，二月爆单了啊，还有可以等三月啊，单沙哥好像是叫沙哥，有讲错嘛？应该是吧。师妹的福建话不是很好哦。师妹的福建话是有限公司来的。阿弟现在烧热油，要准备那个韭菜炒蛋。元宵节快乐！新加坡不可以寄哦，新加坡不能寄哦。我过后看到呢，新加坡好像寄任何东西都要抽大小嘞，是吗？我最近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，是真的吗？新加坡是不是什么东西寄到进去都要抽袋子？这样新加坡粉丝还好啦，还好你们赚新币哦，来马币花马币其实是 OK 的。妈咪，你的油要关着钱吗？有预定去槟城吗？没有哦 ，JB 哦 ，JB 哦。没有什么，把这个放在地图。来，我们这个汤多少呢？多少 liter？ 两 liter 嘛，两 liter 的水啊，然后我们加那个猪肉丸下去滚。我还不知道你有卖七粒呢，没有，安迪秀讲只是 comedy service 给附近的粉丝而已，而且哦，他只是 cover 工钱而已，只是附近粉丝才有啊，没有寄这样远哎，槟城的粉丝们呢送不到去哦，因为安迪秀的那个辣椒呢是没有放防腐剂的，然后也没有放盐，也没有放调味料，所以呢他不能这样子。煮下来没有放雪蛤哦，只有附近才买得到哦，附近才买得到。我会擦丝，这样才有拿。嗯，一擦丝的比利轻松的姜鱼仔粉，给粉丝看一下，姜鱼仔粉长什么样子？叮叮叮叮，姜鱼仔粉，嗯，比利轻的姜鱼仔粉，一擦丝下去。这个等一下煲什么汤哦？啊？等一下煲什么汤？煲菜心汤。Billy's King 的姜鱼仔粉，嗯，难怪小我要滚那个肉圆夹，滚厚一点。嗯 ，OK， 我们先把猪肉丸放下去哦。我把翔哥电话给大家，翔哥的电话。翔哥，妈咪，翔哥，你电话 record 的什么？你放怀疑是吗？我写了写不到华语字，翔，我看到了，翔哥电话是0111314393434哦，先把翔哥电话给大家，我们师们找他订三月的啊，三月啊。二月份没有了，来来来，阿姨，先进来先。会，我们翔哥来了，翔哥电话号码，买大送小，星期二啊，我会把那个那个邮址给你们，直接上去邮址那边，对。Vivian， 你可以在那个邮子里面，下个星期二他会发给我，到时呢我会发在那个直播里面，你们可以直接下去买，记得呢买了过后呢要记录warranty啊，
那个 non-stick coating 是两年，然后呢锅身是十年哦，拉勾妹的锅。我把翔哥的电话发给你们了，你们可以预定三月的，预定三月的辣椒，自制辣椒，安迪秀的自制辣椒。然后呢住远一点的粉丝们呢就要自己煮哦，不跟懒惰了，自己煮。然后现在安迪秀打了几粒鸡蛋，两粒鸡蛋。然后这个多少的肉碎呢？哎，瘦肉呢？150克的肉碎哦。我们加多少汤匙的蛋白？半汤匙的蛋白哦。加盐、调味料、胡椒粉，然后呢一茶匙的玉米粉，还有一茶匙的葱头油下去呢，我们均匀搅拌就可以了。Jennifer 讲你没有读我的了， Jennifer 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刚才在打那个翔哥的电话没有看到你的信息啊。昨晚的蛋糕有吃完吗？没有啦，三个怎样吃完？是了，我的朋友早上看到我，哎呦你的蛋糕三个怎样吃？哟，我讲一个给恩恩，那个粉红色那个 ladies cake 哦，给恩恩带回去。然后呢另外两个我们留着在家吃，妹妹的巧克力蛋糕在家里吃，然后还有呢，layer蛋糕，那个是斑斓layer cake来的。去哪里买江鱼仔粉呢？可以跟 Christy 买哦。等下我把 Christy 电话发给你们啊。好了，看一下玛丽的汤如何了。我们刚才加了猪肉丸，还有一茶匙的江鱼仔粉。这个你可以给小宝宝呢配粥吃，也是很好吃。配粥。大家元宵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今晚新加坡元宵节送红包多多，今晚9:30，9.6 million耶，哇，大家今晚 hang on part 啊，先开 4D 是吗？新加坡，我今晚没有吃饭，煮红豆莲子汤，大家傍晚好，元宵节快乐。请问这个瓦包是什么 brand？ 这个年年有余是拉勾妹，拉勾妹268，我在网站看到呢，268哦，有些粉丝有买到了，268，它这个是过年特别出的，年年有余。今晚去哪里？还没有想到哦。晚上安迪秀呢煮韭菜炒蛋，还有呢煮一个菜心汤。安迪秀要煮什么？还有潮州蒸鱼。明天要煮好吃的元宵节餐。我奶奶今天叫什么？鱼烟啊，我们把鱼烟也放下去了，鱼烟下了，我把翔哥电话给你们，等下我再去找那个 Christy 的电话。Christy 的电话号码。好了，翔哥电话0111314 3934哦。对，这个是猪肉。师妹今晚有带龙哥去抛竿吗？他怕被罚款哦，他跟我 complain 哦，他讲真的要去抛吗？等下我被罚款怎么办？他一粒一粒算我，他讲全部有我的电话号码的哦，怎么办？我跑不掉哎。然后我就跟他讲不用紧啦，是你的电话号码，不是我的电话号码。他这样很就乖，他说你们要杀不我啊，讲盖好下面可能在下面。然后我现在找那个找 Christy 的电话给你们啊，等我一下下哦。江鱼仔粉呢可以找 Christy 买，记得跟他说你是安迪秀粉丝哦，买一公斤有送100克哦，记得哦。好了，我把 VVC 的电话也给你们了，有吗？有看到吗？元宵节快乐，这个是4L的砂锅，4L，我们来看一下安迪秀的这个砂锅放了什么。我们刚才加了一茶匙的江鱼仔粉，然后呢肉圆鱼盐，这个要煮菜心汤，菜心汤好吃。司机长看了都饿了，叫龙弟顺其自然吧。 OK OK， 他讲抛竿铲了，等一下放我电话号码，罚款是我的电话。煎煮哦，煮什么？我们现在在煮菜心汤。菜心汤，天气热，天气开始热了。是咯，我们整天都待在家，怕黑啊。
这个是150克的瘦肉哦，我们加了一茶匙的葱头油，一茶匙的玉米粉，半汤匙的蛋白，盐、调味料、胡椒粉呢，均匀搅拌后呢，我们就加入锅里面呢煮。今天是我的华人生日 ，Krista， 生日快乐！农历新年，他的农历生日是吗？华人生日是农历生日的意思吗？华人生日是什么？是农历，妈咪要讲吗？没有，妈咪，华人生日是不是农历生日的意思？是啊。等囊等囊哈，等囊犀利，等囊犀利。我们现在呢，把适量的菜心下锅，哇，满满的菜心汤就煮了。喂，打起来，放下去啊，小心烫啊。这个是四厘的拉锅妹砂锅，四厘的。然后你把菜心放最后，因为菜心比较快熟哦。好了，今天我炒烧肉白切鸡，烧肉跟白切鸡。Krista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还没煮，还没有煎韭菜蛋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安迪在弄那个汤先，没有熟，还没不够熟。好了，我们加适量的盐。要炒韭菜蛋，不是煎韭菜蛋。啊、哦，炒韭。韭菜蛋，韭菜啊，是煮韭菜嘛？是啊。韭菜蛋。炒一个不要。炒韭菜蛋啊？还是煎？是煎还是炒？炒啦，你这么一直煎，爸爸就是跟他介绍细细。哦，炒韭菜蛋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帮我们过阳历生日了。我妈咪哦，你问我几时生日，还要想一下。安弟秀也是过洋人呢，没有过华人的了。我女儿最爱的菜心汤 ，Krista 加油，明天可以煮了。师妹，肉丸什么牌子很大力？那个虹桥的那个买那个八卦。哦，虹桥买肉干送的两那个一包的，很大力哦，像贡丸这样哦。哎，好了，熄火了，安迪秀熄火了，熄火了。我们只是加一茶匙的江鱼仔粉，还有呢。适量的盐，姜鱼仔粉找 Christy 买啊。一点冰糖啊，加少许的冰糖调味就好了。关火了。熄火了。对，我们等一下炒那个韭菜蛋哦。是煮韭还是煮韭？韭啦。拉锅面，这个锅是拉锅面。拉锅面。拉锅面，这个砂锅是拉锅面。你给我加鸡啊。好的，我们再把打两粒鸡蛋哦，打两粒鸡蛋淋上去，变成蛋花。好了，四妹手很美，谢谢四妹粘上去也 DIY 的，美美的，碎哦，蛋花打上去啊，还会盖锅。好了，可以盖锅了。好了，很快哦，今天的妈咪的那个汤，没有料到。然后加一点葱头油提味一下，香。啊，你要上去？要拍吗？要拍照先嘛。你要拍照先嘛？这个拍照先喽。拍照先，爸爸。啊，你爸爸，你爸爸要蒸鱼嘛？你要先拍的，那小心啊，烫。我们先给妈咪。姜鱼仔粉可以找 Christy 买啊，我们先拍这个，哎，妈妈等一下要蒸鱼。好了，今天有什么茶？来，什么菜吗？没有了。今天有潮州蒸鱼，谢谢大家分享哦，喜欢吃潮州蒸鱼的粉丝们可以分享给家人们还有朋友们哦。好了，烧啊，小心，小心烫啊！今天的菜心汤完成。然后呢，妈咪可以顺便拿去前面的。这个够啊！别，你爸爸帮你拿，可以可以。来，我们先把蛋炒起来。这边是几粒蛋呢？应该有两粒蛋，这边两粒蛋啊，我们打成蛋液。
然后里面加少许的酱青就可以了，少许。然后妈咪等一下要煮韭菜炒饭，是读韭吗？还是韭？我找一下，是读韭菜对吗？我找一下怎样子读啊？韭菜炒韭菜蛋，炒韭菜蛋，韭菜蛋，韭菜炒蛋。啊，韭菜炒蛋，韭菜炒蛋，韭菜炒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韭菜炒蛋，先写下来先。嗯，砂锅米哦，韭菜炒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烧热油，先把这个水先准备起来，等一下要蒸那个潮州蒸鱼。这个是油，适量的油，我们先烧热它。来，要放鱼先哈。好了，再放哪边？等我一下。来，这个是刚才我们抹上盐的白鲳鱼。那是要放盐。嗯，很重哦，还要拍照一下。嗯。这只也是很重，是蛮重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在下面呢，你要拿另外一个嘛，那个长形的。长形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你塞哈。可以啊，它这个是方形的。你还有个方形的嘞？没有啦，那个太大了，这个翅膀它会跑出来的。哦，我们下面呢，我们下面放入了葱段。那垫高一下啊。垫高。对，韭菜炒蛋好吃哦。很大只耶，妈咪讲应该有八九百克，这是尼库多送的白鲳鱼。然后呢，要我们今天做潮州蒸鱼。咪咪可，他讲大家好，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，福足昌盛，幸福圆满，平安健康，扭转乾坤，大展宏图。祝你的蛋糕好美，谢谢 Crystal。今天吃好了，因为今天元宵节吃好了。然后在这个什么菜？这个咸水菜啊。咸水菜哦。要多吗？咸水菜好吃哦。它叫咸水菜啊，咸水菜很奇怪。咸酸菜。咸酸菜。咸酸菜，咸酸菜。我现在直播看到韭菜炒饭，炒蛋啊。他讲鱼好大只哦，是不是要1000块？鱼好大只。我们刚才只是抹上盐哦，这个鱼只是抹上盐，清洗干净过抹上盐。再你可以跟尼库都询问哦，他送的这只鱼应该有八九百克，蛮大只的。安迪修下面放了葱段哦，上面呢放了那个咸酸菜，然后呢咸酸菜放多少？没有正哦。啊，适量哦，适量。然后香菇呢？我们有好朋友来找他。三朵香朵香菇，需要放那个姜吗？要，要哦，姜也是要放。好了，三朵的香菇啊，浸泡水过后呢，抓盐洗干净，然后切成片状，然后加几粒的番茄，番茄几粒？应该有一粒。一粒啊。一粒番茄啊。好吧，洗掉了。为什么会送鱼呢？年年有鱼哦。嗯，会啦，他时常会送鱼。嗯，你库多常常有送安迪秀食材组，这还是过年前特别寄给安迪秀的，跟安迪秀讲新年快乐。先，他讲有没有1000块？应该没有这样贵啦。就是啊，应该要到一 kilo， 因为那边写800到一 kilo。多少钱哦？这样子一只？就是应该900克吧。嗯，900克。那天那是不知道多少钱哦。蛮贵的，今年很贵。白鲳比较贵是吗？只有今年比较贵。哦，今年比较贵。然后加入姜丝适量哦。Is it the spring onion and salted vegetable？ <Yeah. S 1> 下面是 spring onion， 放下面。还有 salted 的 vegetable 在下面啊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咸酸菜，咸酸菜加三片香菇切片，一粒的 tomato 番茄。适量的姜丝，然后我们要放那个咸水莓，给妈咪给大家看一下，咸水莓，这个是咸水莓，咸水莓，不要跟它，
切一下，要放几粒？两粒。咸水梅啊。潮州蒸鱼今天，然后放它的酱适量，地放两粒的咸水梅。对，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等那个锅呢烧热后呢，我们就要加下去啊。OK， 关键我要弄干。潮州蒸。潮州蒸鱼，蒸多少分钟呢？然后八分钟过完再蒸。嗯，我们蒸八分钟啊，也蛮大火的。好了，回家。我要学你这样蒸鱼了，加油！要给我变形不放下去。他讲东马白鲳鱼呢，一公斤是120，蛮贵哦。我看到说并蛮贵的 ，MSK 是很贵，有到1000哦。这两粒呢，这个是咸水梅哦，你们可以去找看咸水梅。安迪秀先洗干净好这个白鲳呢，抹上盐，给它腌制半小时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放上了咸酸菜适量，一粒的番茄，少许的适量的这个姜丝，三片的香菇，我们来切片了哦。然后两粒的咸水梅，然后咸水梅汁呢，你可以淋一点上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蒸一个八分钟就可以了。嗯，还有汤类要放住开，也很美的，不用拿住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阿弟加一点葱段在上面，下面有葱段了，阿弟上面要加一点葱段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我们有八个人吃饭哦，所以这只鱼应该吃得完。嘿。很大只的白鲳，大只，这只很大只，很大只的白鲳，没有蒸过这么大，这只最大，这只最大只啊。八分钟差不多，你要用滚的时候开始算起哦。开大我，开大我。对，咸酸菜，咸酸菜要放酒吗？没有，没有放酒，没有放酒。怎么没有放豆腐的？没有放豆腐哦。你要半分钟吗？好了，八分钟。8 minutes， 好了，我们要准备蛋了。八分钟哦，现在是6:44，我们蒸到6:50，52分。好了，我们打了两粒鸡蛋，看到吗？颜色很漂亮哦。这里是两粒鸡蛋，加了适量的少许的酱青啊。没有加，有加吗？好像没有嗯，然后加这个胡椒粉，沙拉瓦胡椒粉，酱青，酱油，少许就好。两粒鸡蛋，一点点就好。太咸了，因为那个韭菜原本就有那个很香的一点那个味道，没有1000应该不用1000啊，还是他讲的是港币，港币是吗？就是。我知道那个 MSK 卖100多，是啊，有你的时候啦。韭菜炒蛋哦，过年的鱼比较贵吧？可能。过年鱼比较贵啦，过年什么都贵。过年什么都贵哈、啊，那个上哥短鱼来了，好吵好吵，可以下台了，安弟来讲。他的台词没有变过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加入了两粒鸡蛋，打成蛋液的鸡蛋哦。然后不讲，我只一直问什么来的，放什么？没有放到豆腐哦，婉君没有放到。两粒鸡蛋呢，打成蛋液，我们加入了胡椒粉，还有少许的酱青哦，搅拌均后我们才下锅炒蛋哦。他可能写的1000是港币吧，没有1000啊，可能有些地方卖特别贵哦。我知道今天很贵，好像100多块。我看是斗鲳鱼嘞，哦，白鲳他写白鲳，1000块应该是忘不了。没有啦，那个是可能是港币啦。可能是港币啦，可能是港币。这个没1kg100多块，这是还不到1kg。他讲直播有供应商给费的，很幸福。谢谢大家，我应该不会去买1000块的鱼来吃。可能他是1000块，
港币，可能是港币。半张，他讲吃不起，太贵了。一条鱼应该百多块都贵了。他讲一千块可以吃很多只了。粉丝可能没有写到哦，没有写到。港币啦，因为一斤肉好像百多块呢。嗯，一斤肉120，粉丝写哦，台币1000。哦，对啊。碧莲是讲台币1000。这样贵，谁敢去吃？然后呢，我们加入了韭菜多少？一把哦，一把的韭菜。他说听说他也要煎蛋，他切了米泥。一把的韭菜啊。切一片就好，不要切到米泥啊。雪莉讲那个白肠酱大，需不需要放10分钟？不用紧，我们先放8分钟哦，等一下再看一下熟了吗？阿克听错他，我想要炒蛋，他以为我要煎蛋，切到明明。不用紧啦，可以啦。也是很美啊，切到安哥的刀工也是切到很均匀。人家吃很辛苦啊，要去慢慢切。大家元宵节快乐！你们切一节一节啊，不要切到这样里面，等一下你们吃也是。安弟建议大家切成条状啊，一节一节比较容易吃，比较容易切。所以是台币1000啊，台币1000，大家不要误会，不是马币1000。没有啦，一条100多块都很贵了。新币应该才20-30块了，通常。韭菜，五盘，然后加多少水呢？我们加大概125ml 的水啊，哎，125ml 的水，都唱比较贵哦。那我们什么厂？你这白厂，他写白厂，不认识他。我们加了125ml 的水过后呢，就把两粒炒蛋呢加入锅，要翻炒一下。我讲我是巴生人，哦，忘不了就可能。切一段一段比较容易，怎样容易吃，容易夹。是叫菇菜啊？菇菜。我们加盐调味料调味。哦，碧莲是台湾人，所以是想台币。今晚有放烟花吗？不知道哎，等一下帮你们看一下啊。下播有放吗？今天？元宵节了哦，哎，猪有没有带你的另一半去吃什么烛光晚餐？东方情人节嘞，对了啊，今天也是 Crystal 的啊农历生日哦，农历生日啊，很多人跟他一起庆祝。好了，这个菜切一条的比较容易夹，要不然这样去等一下要拿汤匙。快有妈咪的那个，本来是用筷子，现在用筷当匙吃了。韭菜炒饭，妈咪建议大家切成条状。切条状啊！直播怎么可以少了四妹的声音？没有人解释，人家粉丝又在问安弟没有看。哦，艾莉讲台币1000，马币大概100亿左右哦。那安弟姐又没有看信息，粉丝又看到我查查。哦，妈咪的韭菜炒饭，这样子看感觉像那个叫什么菜啊？蒜花那个叫什么？是吗？是蒜花吗？有，刚刚弟兄炒煮了菜心汤，也煮了那个青炒芥蓝菜、韭菜炒蛋，然后还有一个潮州蒸鱼哦。你们切一段段比较容易夹，这个安哥听着以为我要煎蛋。谢谢，我讲是妹妹啊，谢谢安弟兄生到我，有可以带得出去。Okay, 为什么没有看到男朋友一起？他不在。今天的韭菜炒蛋完成，然后我们现在很期待要看我们的潮州蒸鱼了。嗯，哦 ，Christy 上来了，谁要买江鱼仔粉的，快点找 Christy 啊 ！Christy， 我们刚才煮菜心汤，有放一茶匙的江鱼仔粉。粉丝问江鱼仔粉在哪里买 ？Christy 上来了。仔粉，那我们先要看一下我们的潮州蒸，应该还要等多一分钟哦。粉丝说呢，这样大致可能要10分钟，不用紧，我们8分钟再拿打开来看一下。这蛋我觉得应该很开胃耶。叮叮，韭菜炒蛋哦，两粒鸡蛋呢，加少许的酱青，还有胡椒粉呢，打，然后均匀打搅拌过后呢，我们就下锅先炒香。然后呢，我们烧热油，炒香韭菜适量哦。啊，妈咪讲这边有一把的韭菜，我们炒香后呢，加125ml 的水，加盐调味料调味呢，再把炒蛋下去呢，翻炒均匀，
就大功告成了。叮，我觉得这个菜应该会一点蛮甜，我们要 try 一下嘛。这第一次在甜甜的、啊、这个菜甜甜的，第一次在直播煮，给妈咪 try 一下。我煎过蛋啊，你煎过蛋，来，煎过蛋没有汤喝。来 try 一下，这次第一次有汤喝，有啊，刚才喝了啊，期待一下。有姜鱼仔粉一包29，120g，好看又好吃。129啊？没有，120g，29。喜欢吃的人，喜欢这个味道人就刚哦。喜欢这味道就不错哦。我看了好吃，可是韭菜老公不喜欢。对啊，有的有伤内伤就要吃。哦，可是妈咪讲内伤不可以吃。师妹有吃韭菜不用紧，我喜欢那个味道。家有吃还好。我们怕那个臭菜而已，臭菜我们怕。不用紧，长短韭菜都一样吃进肚子的。他讲，不是你用筷子很难夹，要用汤匙。他讲，就讲一干 pretty， 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班长可爱的，他叫 Chrissy， 叫一干 pretty。好了吗？现在还没有好了。看一下啊，很美耶！妈咪的这个潮州蒸鱼很漂亮，看熟吗？八分钟了。哦，对 ，Jeline Andy 有讲，韭菜有内伤，别再加。谁叫我们不要？熟了，熟了，八分钟熟了，熟了，好了。熟了，熟了。小心烫啊！熟了，关火啊！熄火了，妈咪要准备拍照了。叮叮。很少，很细心耶，爸爸还特地呢切了辣椒、葱丝，还有这个姜丝要摆盘的。有架子，我们要找架子。You know, I know， 嘿嘿，谢谢老板，元宵节快乐！很快哦，我们的新年节是第三天，很快哦。哦，有吃药也不可以吃韭菜啊。大家元宵节快乐！以前的人就常常吃韭菜，可是现在韭菜也贵。以前有地上种了就有的收。姜鱼仔粉有送新加坡，有送有送，丢丢就 steaming， 对。我得丢呢。啊，潮州蒸鱼。得丢，蒸鱼想讲。steam fish 哦。得丢呢，人家讲得丢，你放得 steam 会。啊，那妈咪在笑我。我现在会煮了韭菜炒蛋，来了妈咪的鱼，碎哦，它的鱼的颜色很漂亮，我喜欢。你看很七彩哦，你的鱼超美的那颜色，碎嘞。妈咪的新菜色，这个我们之前有蒸过了哦，凤粉丝有没有蒸过了？可以哦，新加坡可以在 Shopee 订哦。香哥最喜欢。是香哥喜欢生生。是在问这么你没有？蒸那个酸酸菜的鱼，他不懂那个叫咸酸鱼、咸酸菜、酱蒸啊、酱烧啊什么啊？对，因为我们喜欢那个酱青的香味哦。他跟我们唱反调，香哥喜欢酸的味道。他喜欢酸的，他每天问，怎么那个没有的？啊，记得呢，下定 Believe King 的姜鱼仔粉啊，姜鱼仔啊，虾米呢要写你是安迪秀粉丝啊，或者是秀 fans。然后它就会有额外给你18%哦，也就是说你买一公斤的姜鱼仔呢，就有多100克哦。这些酱多要还要吃的哈。嗯，啊、看一下，叮叮。姜丝酱多要吃啊。给我爸爸，你放我下去哦。放我下，酱多。素颜里面颜色。还会多酱多，当嘴。我们今天是韭菜炒蛋，是新菜。叮叮。来，我们要拍照了，小心烫啊。来，今天的潮州蒸鱼完成，而且很美，年年有余哦。然后新加坡可以哦，可以订哦。我明天考秀哎，你看，你再比一下，一二三，会。打开那个翅膀哈。等你把那个鱼当那个飞机，很好笑哎。两秒。今天祝大家呢元宵节快乐，让阿弟秀给我们讲先。今天元宵节要跟粉丝讲什么？大家元宵节快乐，然后东方情人节快乐，还有东方情人节快乐。然后姜鱼仔呢，可以直接 text 那个，可以 text Christy 啊。
text Christy， 等一下啊，我把那个电话码写给你们，012-327-2360，012-327-2360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让安迪秀跟我们一起做他的。要是要针，一定要是退冰针啊！啊，要是没有退冰针啊，结冻。啊，对，结冻。嗯、啊，要不然等一下里面来红红的。啊，我试过以前。解冻了才蒸鱼哦，嗯，最后让安迪秀跟我们一起做他的招牌动作，拜拜，叮叮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，Have a good dinner ahead， 拜拜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东方情人节快乐，要去抛竿了是吗？没有了，我不用抛。现在好像没有地方抛了。是咯，龙哥。没有主办，神庙都没有主办。我们要带龙哥去抛竿。用啊，带他去月老就可以拜拜了。这边没有月老。是的，这边没月老。哎呀，时缘那缘到就来了。好了，顺其自然，拜拜。拜拜。